你修改的设计，我已经让工厂停止生产了。因为这一波修改的设计，被誉为抢先发表，你先好好想一下，你完成设计稿之后，是直接交给蔡宁了吗？那天我完成设计稿，墨尘刚好来找我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把这个交给蔡宁，顺便给我来杯咖啡 ？OK。 我就让他顺便交给蔡宁了。不会是？不可能。墨尘的父亲是 DI 的创始者，他不会爱 DI。那不是墨尘，也不是言夏。最大的嫌疑人不就是蔡宁了吗？蔡宁，丁总，你拿到穆总监的设计稿是直接发到生产线吗？中间没有经过他人之手。许先生给完我设计稿之后。 我就立即发给生产线的刘组长了，我这电脑还有记录呢。我查看了蔡宁的电脑，他交稿的时间是3:45，我也调取了监控。你把稿件交给蔡宁的时间是3:45，蔡宁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。但是你拿到稿件的时间是3:25，从灵山的办公室到蔡宁的办公室最多需要5分钟，这中间消失的15分钟，你去哪儿了？ 我去了茶水间呢，林珊说要喝咖啡。因为茶水间没有监控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找出剽窃者。在真正的剽窃者没有现身之前 ，DI 所有的员工都有嫌疑的。帮我留意一下许墨尘。许墨尘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怎么 ？DI 设计再次外泄。 DI 内部每个人都有嫌疑，有消息告诉我。跟踪你的是集团法务部律师，名字叫何贝。最近他和丁文孝走得很近，墨尘，你要当心啊。放心。 在他找到答案之前，丁文孝就已经出局了。任旭，任旭，赶紧给我起床，别给我撞死！我聂思琪哪怕只有一条腿，也能废了你。 一大早，任旭去哪儿了？我不做狗仔真是可惜了。喂。 别去！你马上给我滚回来！哎呀，用滚的多慢呢！骑机车快点！别给我耍贫嘴，马上给我回来！遵旨，我残废的黑炭美人。你说什么？你先说一遍。喂喂！敢挂我电话？你这是活腻了？看你回来，我怎么收拾你！<笑><笑> 你打我干嘛？受伤的是我，你叫个屁呀！我没使那么大劲儿，你脸怎么就受伤了呢？啊，毁容了吗？可是高脸失败了。嗨，这不油污而已。 吓死我了！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能去哪儿？我天天打探消息去了呗。说谎也不打个草稿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你放手，我就告诉你。哎呀，看见没？这个。
就是许墨尘现在的位置。林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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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山。喂，你好，我现在在听心花园 H21 栋，麻烦你过来一下帮我开锁，我朋友有可能。师傅，麻烦你快一点，我朋友可能出事了。林山，林山。为什么抱着女神的人不是我？为什么许墨尘怀里的人不是我呢？还跟踪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刚刚破肚的哀苗瞬间枯萎了，我的爱情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了。常叔，马上来中心医院一趟，医院见。算了吧，丁总，我妈说的话您别往心里去，她老人家刀子嘴豆腐心，我替我妈郑重地向您道歉。我没那么小心眼儿，这你根本不用担心。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比赛。怎么样，模特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你现在距离比赛还有不到36个小时，你来得及吗？只要模特的事情解决了，我一定来得及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？丁总，我想请您当我的模特。这可是180度的大转变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会答应？我妈说那么难听的话您都原谅她了，我这点小事你一定不会放在心上的。那么有把握？不是我有把握，是丁总您够大度，不然也不会坐上总裁的位置。我相信你一定会答应我的。
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昨天受了风寒，医生说你过度劳累。先别动。墨尘，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能缺席，我现在就要出院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那我现在给文晓打电话，让他过来陪你。不要告诉文晓，我不想让他知道，更不想让文晓替我担心。我现在只想离开医院。那我现在去办出院，你休息一会儿，在这等我。墨尘，谢谢你。墨尘，我得提醒你，别忘了你父亲受的委屈。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很清楚。设计的好坏在于细节，而尺度的拿捏却是关键。谢谢你提醒。你的设计有很多中国元素，如果是以女装为主题，你的胜算就很大，而这次主题是男装，同样你输的几率也会很大。你是在帮我还是打击我？我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分析这件事情。我问你，中式元素体现在服装上有哪些方面？龙纹、云纹、刺绣、蜡染、丝绸、盘扣跟工笔花鸟，以及中国结和绸子，太多了，我一下还说不完。你说的这些几乎都是体现在女性时装上，而中式的男性时装却是刻板单一的。好像是哦。所以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当下男性的流行趋势，而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墨尘，我现在不想回家，麻烦你送我去好事。别着凉了，放心，我会陪你一起等。让一颗冰冷的心拥有片刻温暖，就是我这次比赛的主题，你觉得呢？感觉好像在月球上跨了一大步，飞跃。品牌时装看重的是消费群体需求，而时下流行的有运动系、休闲系和高端正装系。而 DI 锁定的客户在中高端层，这是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。风格和价格往往会是决胜关键，而精准的把控时尚和品味就是设计的价值，明白吗？谢谢啊。我以前没有发现做设计师还有那么多学问啊，以前真是小看设计师了。现在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设计师了吧？可想而知，穆总今天在 DI 独撑这么多年是费了多少心血，如果真的输给他，我也认了。还没比赛就认输了？但是输也不能输得那么没有骨气，你别忘了我也是有特长的。这倒是真的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和穆总监的设计相结合，那一定非常棒。只可惜啊，
只可惜穆总监根本就不认可我，对吧？丁总啊，你当初跟我签约真的只是因为我剽窃了 DI 的设计吗？是。可是你后来又发现了我的优点，对吗？谁说我发现了你的优点啊？我从上到下看到的全是你的缺点。嘴硬是我的特长，你可千万别学啊。我还是习惯那个说话一针见血的丁文笑。丁总，你刚刚是笑了吗？有吗？其实你笑起来挺迷人的。丁总啊，你不要每天都那么酷，这样会没有朋友的。人呢是群居动物，你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孤单。这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的比赛吧。对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得赶紧回去赶工了。今天谢谢你啊，但是你别忘了模特的事儿。我先走了，下次见。我是真的笑了吗？灵山，休息一下吧，打扮出来之后蔡宁会通知你的。没关系，我还撑得住。那好吧，我现在有点事要处理一下，待会儿再过来陪你。啊，好，那你去吧。为了我，你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了。对了，你要吃什么，我带给你。我现在不饿，饿的时候告诉你。记住，别忘了。文晓，如果整个过程是你在陪伴，那该多好。爸，我一定会把 DI 的主导权夺回来，但我也希望灵山能留在我身边。我不想得到了 DI 却失去了灵山。也许墨尘说的对，感情不是数字，是无法计算的，也是随时会存在着变数的。起来挺迷人的。
终于完成了，终于可以打板剪裁了。呀，忘了给丁文校量尺寸了。喂，忘记量尺寸了吧？是忘了量尺寸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该不会在我家装了监控吧？你想太多了，这是常理推断。我是你的模特，你没我的尺寸怎么剪？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你也太未卜先知了吧？行了，少废话了。我一会儿把尺寸发给你。哎，别呀，你发过的尺寸不准，我要的是精准。这样吧，你来一趟店铺。我来你家，你不怕你妈又……哎呦，阿姨，阿姨，臭小子，听我给你解释。阿姨，你别听我解释，阿姨，阿姨，听我解释。你干嘛呢？你让开！我跟你教训这个衣冠禽兽。你说你受了什么委屈？妈给你做主。我没受委屈啊。嗯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不是不敢说呀？真的没有。怎么可能？这都几点了呀？但凡有点廉耻心的人都知道女人名节的重要。妈妈，我告诉你小子，以后别再纠缠我们家言夏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去找你好了。喂，蔡宁，还需要多久？穆总监，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。好，2个小时后见。赶紧的，别墨迹了，把衣服脱了。量尺寸脱什么衣服？你干嘛？脱衣服。没时间跟你解释。你要干嘛？站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文笑，你在哪？我有点事想找你谈谈，我去找你。我在外面跟朋友谈事情。什么朋友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。那个，我忙完事情过去找你。你不问我在哪儿，你怎么找我？我知道，第二工厂旧址，等我忙完过去找你。先这样，挂了。干嘛呢？过来继续量。什么表情啊？你不会以为我要吃你豆腐吧，丁总？谁知道？我又没瞎。想歪了？我没有。我只是没跟女生接触过，所以怎么可能啊？你不是跟穆总监有婚约吗？怎么可能没跟女人接触过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听公司同事说的。不可能，因为全公司上下只有穆林山和莫晨知道这件事。我猜的。你不是要说谎？老实说，谁告诉你的？丁总，你看这比赛马上就要接近了。咱们先比完赛再讨论这个问题好吗？男人的审美都有问题。你们女人的审美才状况百出。谁说的？你喝多了吧。我刚说的。我你才喝多了呢。
这么一点酒，对姐来说小 case。喝多的人才不会承认自己喝多。你不信？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，来证明我没有喝多。好，我今天就要证明你到底喝没喝多。说，自然。有本事你眨眨眼睛，我能说清楚你眨了几下。我不信。嘴说无凭，来点实际的。如果五局里面我说对了三局，就证明我没有喝醉。好，看好了啊。炸了三次，猜中，运气好，再来。炸了十次，我如果再说对一次的话，你就输了。我就不信了。看好了啊。为什么这一刻神旭变得比许墨尘还帅？难道真的是男人审美有问题吗？难道女人的审美也会出状况吗？我，叶子金，你，我看到你的脸就想吐。你才是我出晚的噩梦。醉的人肯定是我吧？我喝多了吧？差点就说漏嘴了。言下言下，以后可得管好你这张嘴，不然早晚得出事。堂堂一个总裁，亲自当人家模特不合适吧？我为公司未来的设计师站台有什么不对的？再说，许墨尘是你的模特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不想给言夏任何接近你的机会，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言夏真的能把我从你身边带走吗？还是许墨尘早已把你从我身边带走？
林山有来找过你吗？怎么了？我让他等我回来陪他完成设计稿，但谁知道我人一回来他就不见了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担心他出意外。别着急，他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丁文秀，你知不知道林山为了等你在大马路上站了一夜，他就算自己生病也不想放弃这次比赛，这个女人愿意为你受尽任何委屈，而你呢，你有担心过他吗？还是在你心里 DI 的上市比林山更重要？公归公，私归私，你能不能别混为一谈？那你能分得清吗？如果你能分得清的话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对炎夏那些行为怎么解释？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要逃避现实。徐墨尘，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下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如果林山真的出了意外，你能冷静下来吗？徐墨尘，你是不是关心过头了？有吗？如果林山真的出了意外，你的 DI 还能上市吗？三宁，穆总监有没有去你那儿？没有啊，我也在等穆总监。许先生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先不要管，把穆总监剩余的工作继续进行。喂，喂，周琴，立刻调动公司所有人帮忙找穆总监。不是，丁总，现在凌晨一点多，您让我上哪儿去调人？这是你的事儿。喂，丁总。炎夏，穆总监有没有来找过你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他失踪了。啊？明天就比赛了，穆总监失踪了？回头再跟你说吧。哎，丁总，你还有什么事？你现在盲目的去找肯定是很难找到，你应该做的是冷静的想一想，穆总监平时会去哪里，或者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又会去哪里。我都喜欢来这里，因为最原始的恐惧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我今天好开心啊，谢谢你能来陪我。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，我永远都是 DI 的设计师，永远都在你身边。但是我希望你心里也只有我。其实我今天忘了是你生日，是墨尘带我来的。我们之间就像旋转木马，是追逐，是等待，是无法触及的距离。
做木马上的人，周而复始的旋转，永远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，距离那么近，却怎么也触及不到。文笑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我就在我们回忆最多的地方。我知道林珊在哪儿了。一起去吧，万一有什么事还能搭把手。走。你知不知道你无缘无故的消失，我有多担心。墨尘，文晓会担心我吗？穆总监不是丁文晓的未婚妻吗？怎么会和许墨尘抱在一起啊？也许灵山真正需要的是墨尘，而不是我。丁总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那个，你先忙。谢谢你，言夏。不用客气，你放心，比赛我一定会尽力完成的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先走了。丁文孝心里肯定不好受。设计风格一定会大受欢迎的。穆总监，只要您赢了比赛，眼下就会彻底离开 DI。 现在 DI 如果少了您，那我们整个设计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灵山，文孝最在乎的是什么？上市。而你就是他手中的王牌。对于这次的设计，我可以提点个人意见吗？只要是好的我都接受，前提是必须来得及修改。这件斗篷呢是很时尚，但如果加一点中式元素的话，会不会更完美？你的意思是？蔡宁，麻烦你在这件斗篷上加上中式刺绣。是，穆总监。眼下，我一定要让你永远离开文校，离开 DI， 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丁总，虽然现在进度有些落后，但我一定能够赶上的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您才是最辛苦的。对了，昨晚穆总监到底怎么了？管好你的事，别八卦。是，丁总。